大家好，今天是九州一收季开区的第23天，来我们今天做下日常吧。昨天比赛好像我们拿了个第四呀，我看看周四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再报，现在不报名吧。我们第四名，昨天冲钱冲多他就来了，这样的吗？那我们多冲点吗？我看看我们还差多少，领取一下，还差18000呢。这倒不会是需要18000，咱没钱。来超子你包，把今天日常买一下。每日你包。好，领取一下蛋。哎，我们好像又可以抽蛋了呀。对，我用图图10年寿命换一个猴子。没有，图图这10年寿命还是保住了呀。玄天殿，这玄天殿不刷新就好烦，它还不刷新，看嘛，这不能说这不刷新，感觉都没啥用，没啥玩的，它这不刷新，限时活动我们拿不拿第一啊？啊，我们第一了，好，可以，蛋的话这里可以换6个，还有4个没换，猴子这个技能不行，我们还得给它换一下，能不能换2个出来？等下我们换个好点的猴子都出来，换一个暴露剑，换个高级点的。这不好，换两个高级，看能不能换出两个高级。怎么不更新山海了？以后合服就会打了。好，以后合服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冲得多一点。以后这搞个必杀暴击，我在弄啊，但是这很难出啊。你看嘛，高级免伤，2个技能，高级暴击，暴击伤害额外提高30%，暴击金玉，出个好点的，坚韧不要。哪个好点的？两个属性必杀，暴击时有40军力出必杀可以，暴击金率好啊。但是我现在改了呀，我改成必杀了呀。等一下他不出，我们再能不能再刷一次？最后一次，假如不出2个高级属性，我们就不刷了。高级吸收啊，吸收也不要，算了，不刷了，没了，没材料了。我们这东西很少，这东西一兽羁绊的话，这个还差一点，差个升星的是吗？你升不了。这个的话不行，你这样洗的话他2个都洗完了，给你看，我一洗他2个都没了，看没，他只洗2个，不是洗1个的，这个不能洗，我是2个高级属性，你只要洗的话只有1个高级了，我们这没暴击的。今天要不就到这里了，这没活动了呀。皮肤厂打他们感觉都没啥意思，打他们每个人都，哎，这里还可以领取一下，你看1个蛋2个蛋，看到没，这里每天看没，这些是白嫖的，这些蛋都是白嫖的呀，所以说还是能白嫖的，可以白嫖。好，大家今天九州一收季就到这了，明天见吧，晚上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九州一收季开区的第24天，来今天把日常礼包先买一下。等一下我们就要看看这周能不能拿个第一，上周差点第一都没拿到这个，兄弟们别卡啊，我操，你卡一下我少400多分呢，搞到140级，好，我们搞到140级，等一下。慢慢来，我们先领3个彩蛋，领取一下，好，再领取一下。剧情141级，我们看能不能弄到140级。限时活动，快速作战，好，领取完。看，我们排第一名，54个，这兑换把蛋兑换完。啊，只能兑换4个吗？好，兑换完了，4个蛋兑换完了，我们还兑换啥呢？修复丹不要，用核碎片，超值500。这好贵呀，500我才不要呢。剩钱能剩下几吗？剩一级就没了呀。好，我们现在640万了，我们640万了，快追上博哥了。来打斗魂场，我们看能不能打得过博哥。博哥第一，我们第二，来打一次博哥。我操，博哥650万了。来，我们打吧，博哥，打一把，赢了我们就下播，不赢的话我们再弄一下，就打过博哥我们再下播。好，来第一张被控了。好，他穷奇被禁聊了。好，他穷奇被控住了，他西河也被控了，他后排3个都被控了。我操，我们穷奇被秒了。我操，打西河都不掉血，穷奇复活了，他穷奇复活了，眩晕。好，他第一张被眩晕了，第一张被控了。我操，博哥这猴子这么厉害吗？每次敲3棍，你看我们只敲1棍，博哥每次敲3棍，咱们只能敲1棍，我操，为啥？啊，他马上为14了，这博哥，但咱们打不过，这东西得弄一下，这猴子这还是得洗一下，这必杀不行。我刚洗出一个2个高级的，被我点掉了，我都没注意看。
啊，还是能点慢一点，还是得慢一点。高级必杀，高级闪避，这攻击太低了，不行！啊，没材料了呀，这材料没有了，这材料在哪来的呀？没了，这洗不了了。他猴子四星，啊，这也对，你那猴子四星，我们才三星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换个啥过来？高级幸运，攻击时有被动幸运目标持续1秒，这不好。扁伤、致盲也不行，驱散、闪避、高级复活，再打一把，再打一把，我们不信。我们再看能不能打得过，我们打得过，我们再下播，打不过就不下播了。好，空两个，别死，你重启秒杀，对，再抓。你看重启伤害是高的，大家你们看没？西河刚刚直接从满血直接抓成空血了，重启伤害是高的，重启，你看没？我操，复活，高级复活，我更有高级复活。好，被秒一个，他西河被秒了，这把感觉打得好顺呐、啊，这把就打得好顺，刚刚那把就打不出伤害，不知道为啥。刚刚打不出伤害，现在就打出伤害了。好，他打我们一龙，这把我赢了，这把。那大法师嘛，你看着没？你看我们穷奇，你看我们穷奇伤害比大圣还高，你看着没？你看我们穷奇比大圣伤害还高，你们看伤害，穷奇1500万，我们大圣才1300万。我感觉我们去组穷奇吧，就别组大圣了。好，秒了，看到没？这不是赢了吗？这不是赢了吗？这不是赢了吗？对啊，穷奇还是厉害的，穷奇。好，牛三是晚上偷榜，这怕他们偷榜，所以说晚上，要不我们晚上来播斗罗吧？今天就到这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周1收集开区的第24天，拿面子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面子了。龙之始祖开始了，18之字马上来了，大家先把这些该充的充了，来支付一下。好，购买成功。我记得还有这里也得买，这个蛋没得买，不然以后的话不够抽的，以后没有蛋抽。咱们今天把能抽蛋的地方都把它抽了，都能买了，能买的蛋我们都把它买了。今天看每日限购礼包，这2块钱一个肯定得买的。今天能买的蛋我们全买了，因为马上刷新了。这个也买了，3块钱一个的也买了。今天拉面子，给你们拉面子，你们每天都送我，我服我。这是啥呀？这个98也买吗？3块钱啊，3块钱一个也买了吧？3块钱一个也买了。今天咱们就拉面子，好吧？把能买的都买了，我们今天。啊，欢迎你们来了，这个。今天就拉个2000吧，3、5、6，那5块钱一个，但是有6个彩蛋可以。来干干干干干，好，听你们的干。我们就奔1000去吧，要不我们看今天充了多少了？别充多了呀！啊，这咋怎么才这么少？才500多啊？不对，还是500多，500多，那再买一个。啥是波多罗？晚上八点波多罗。来，我们先拿下面子，把这些蛋该买的我们都买一下，因为明天得需要很多很多蛋。明天，今天我操，日充，你充5000了呀，6000了呀，丢！来，把这蛋该买的都买一下，把蛋该买的都买一下，因为明天开始就要花很多很多蛋了。好，剩下的看一下，还有2000，这活动还有一天，要不明天再充2000吧？明天吐出来再充2000。好，我们充了1000多了，够了。图鉴啥图鉴啊？只有图鉴吗？图鉴18之字还没出，还有2天，还有2天就出图鉴了，图鉴就出18之字了，大家等2天好吧？2天我们就有大活动了。种族蛋来抽20个，给我来个猴子，鸿运当头的。哎呀，啊，我们这个都没买，这也没买，这里还有蛋。操！我操！今天要奔2000去吗？不用，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吧，把这些该领的领一下。雷冲奖励领取一下，每周五至尊礼包、终身卡有了，化虚池和一个五星消遣一下。来，剩下级，穷级昨天差一级，好，境界突破，我们穷。真的，祖龙要比其他，你看没？你说祖龙，毒龙又说叔叔比猴子还高，你说祖龙强一点，这下面又来一个说毒龙比较厉害的，
我们都等着你开神界，然后如何提升战力的。啥提开神界啊？没开神界就等级满了。看看还有升谁？七盒，七盒差十级。好，升十级，七盒。七盒也满了，还是升猴子吧。咱们还是得看猴子。主龙在官服有 bug， 大不了两个都弄。猴都有盒子输出了，大不了两个都弄。我们想的是两个都弄，所以说我现在在存蛋呢。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削很多蛋？你看没？我都存了400多个了，我这都没抽了，这些我都没抽了，我都留着蛋来做活动了。到时候明天我们把这三个也买了。明天啊，这里面有没有蛋？我看这里面有没有蛋？大家等我一下。3块钱一个，是2块钱一个，这个得买呀。我操，今天花的有点多呀。这蛋搞不了18只字的啊？那18只字是怎么弄的呀？但你们先说一下，是这个王者排行抽的，还是怎么出的那18只字的？那18只字是什么活动弄的？预告18只字，庆幸吧，你没遇到我的真身。微光是群龙接我后影，玄清异兽来袭啊！玄天宫吗？圣灵殿，玄天殿是圣灵殿啊！但你们先说一下是玄天殿还是圣灵殿？应该是圣灵殿吧？玄天殿是神器。我操，这东西，那这东西得买完呀！这蛋，圣灵殿那边，我操，这东西，那我们存少了呀，才100多个。我看100多个，今天再充两，再充1000、2000、2000、8000。我操，这东西搞不了啊，太贵了呀！那我存这个蛋有啥用啊？这蛋不存的呀，这蛋，这后面会出其他的吗？这蛋要不我们把它抽了吧？抽到，我看看这火，这你要900次，能不能抽到900次？谁开小号？开小号干啥？开小号干啥？来，我们抽了吧。那这不能抽到，我们就不存蛋了。来，我们抽了吧。抽到900次，把那个坐骑拿到。那玄武不要玄武。耶，咋一次性就出了呀？咱们那这个蛋我们就直接抽了呀，就不留了。这蛋就不用存了，我们得买那个材料存着。这啥共工？毒龙枪还是主龙枪？我也想问是毒龙枪还是主龙枪？他们一些说主龙，一些说毒龙，搞得我都不知道哪一个强了。那我们这个抽了，我们把活动先领了，把奖励先领了，把这900的奖励拿领了。900、1000、1200。主龙墙，你看嘛，你现在又来一个主龙墙，到底是哪一个墙？你们先能不能有个统一意见？大家，要不我们开个投票吧？哪个猴子？我用图图单身10年换个猴子。啊，荒天在上，后土为证，我用我10年寿命换一只猴子。我用我10年寿命换只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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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不来嘛？你来个猴子啊！那这个蛋我们就不存了，好吧？大家，这蛋是不是没东西了？我们就不存了，我们把这个蛋都用完了，我们到时候存那个材料。一个输出一个辅助，拿什么比？这样的吗？小龙强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就煮小龙，我们不煮毒龙了，我们煮小龙。到时候我们煮小龙。是啥？这是七龙珠吗？这能许愿吗？这抽到七龙能不能许愿？神龙神龙，我想要个猴子。神龙神龙，我想要个猴子。神龙神龙，我想要个猴子。好，许下愿了，猴子来了。哎，不是猴子吗？开票吗？毒龙记得拿这个控制全场。艺术是一个是群体，一个是单体吗？超级他没回我，他没回我。那超级，苍天在战，后土为证。我用洛哥10年换一个17只字的，我用洛哥10年换个17只字的。好，洛哥10年保住了，洛哥10年保住了。毒龙比较全能，主龙是单体，毒龙是群体吗？
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到一千二好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到一千二。有三个，这里有三个，六个，我看我们自己能换不换，能不能换一个呀？等一下，看有六，我操，六个，我们可以换个西河了。我操，我看这抽完得多少？先把这70个抽了，等一下。我看了，这东西不出东西的，它啥都不出。2000，看2000一次，还差十一次，花一万二，我们把它抽到，我们能不能把它抽到12000吧，抽到1200吧，直接抽到1200，我们小熊我偷偷告诉我，别，那没有，那刚没出，啥意思嘛？没有，没出，他没出，他没出，没出都是好的。这周卡，哎呀，我抽啥呀？这周卡没买，再来一个周卡。你看嘛，差40次就可以拟完了，这个东西拟完了。到时候我们换个西河，管他的，到时候叫坨坨再充一点。就到时候，我们抽到阿修罗了吗？我们是不是抽到阿修罗？啊，这里有个申请灵，有个西河，有个阿修罗，有个地藏。耶，我们刚是抽了个地藏吗？你看，我们这有个地藏。明天大家，我们要不明天我们把这六个都买了，看这六个缺多少？三三得900，1000，360，1000，我操，明天得充3000啊！明天3000都过下不来，明天有这里明天也得买，明天还得买这个328买完，三个3284000，明天这里有4000，4000的话，这里还有500，4500，我操，明天得充4500呀！我看看今天充多少，今天充了1169，30的每日抽奖买了吗？三十的每日抽奖，哪里每日抽奖啊？这个吗？每日特惠吗？这个买了，对呀，这个买了的，这个买了的。祖龙快出来了，我就知道祖龙要出来了。你没看我们现在买材料都存着吗？存了100多个鱼，这里存了100多个，明天这里再买了又有多少？这里又有300多，明天就有400多个鱼，明天有400多个鱼，明天把这里买完有400多个鱼。来，我们把今天召唤手链补签格买不了，这不够。神器剩下星，好，加13000，1314，这个好看。不强化你，强化这个，你别跟我强化错了。1314，啥时候抽？我看啊，周一，他周一就更新了，周一的天抽，明天我们再来充一点存着。来，今天就把我们宝箱开了，宝箱也可以来个橙色的。看到没？我没拿第一，我都开橙色的。我们今天把战力先拉一下，这个开20个吧，这个差多少？差100个，这差50个，开这个。等下我们开20个啊，没开50个，50个好，这个不开了，这个的话随便开吧，这东西没用。十四法宝开个刺客吧，给猴哥。橙色碎片，我们看，那是橙色碎片，我们差啥呀？这个不够，哎，第二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升星，伏羲留着，修为丹，我操，使用客户的修为丹，清破破额才600个呀，真元丹，境界突破，修为丹吧，我们用修为丹吧，修为丹差的有点多，来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能不能打过伯格了，我挑战，这个可能是加属性的，不是，我们先看能不能打过伯格，我们先看一下能不能打过伯格，好，我们应龙上场，控了他一个西河，我操，我们被控2个呀。好，他穷奇被秒了，西河和应龙都死了呀，咱们好像输了呀。不是，猴子还有地藏还被眩晕了。不行，我们换个阵容，我们必须打过伯哥，我们必须要打过伯哥。阵容换一下，阵容再换，不正。这西河打假菜，把西河你来前排吧，这西河保存阵容。好，再打一次伯哥。我操，伯哥这猴子给力啊，他为啥每次敲三棍我才敲一棍呢？我们这把猴子打假赛啊，为啥只敲一棍呢？分给光图火老六，看伯哥来，咱冲不了，咱们比不了。他760万，他比我们高100多万呀，他比我们高120万呀，而且我们活动比他还早，我们比他开区还早，早6天，比他早6天都差这么多。好，我们还是打得过伯哥的。来，我们先调一下西河攻速1400，地藏呢1417。141，等一下，这西河还得要点攻速，看啊，终极免伤，
高级招架，招架不要了，这个不行，那这攻速不行。等一下，我们调一下西河攻速啊，我们调一下苏西河的攻速，这个不要。攻速呢？我攻速呢？能不能换个攻速啊？防御龙珠。耶，我们啊，我们有个防御龙珠。等一下，我去合一下，重开吧？咋可能重开？我们这又没废，咱们又没废，为啥重开呢？重铸，这里有个龙珠，来，我用图图十年寿命换一个双属性双高级，换个高级的。亢奋造成伤害提升 25%， 受到伤害提升百分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种不要啊。1700攻速了，1700可以了。哎呀，明天见。